准。男星于翔全是雨天，李亚平独自去年六月与女友柔柔结婚，夫妻俩近日到韩国大邱录制综艺玩很大外景，趁着空档时间挑战时下流行的合体技，怎料于翔全臂力不足，一个瞬间就让柔柔惨摔在地，让在场的艺人朋友全都笑疯。欢迎各位卡卡加入林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我要有点小小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